呢，我们在这个亲子新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题目好不好？帮助孩子交朋友。嗯，很好的题目，是不是？我觉得呢，我们父母啊，什么都愿意帮孩子啊，帮他做饭，帮他洗衣服，帮他学习，帮他去学琴，帮他找补习学校，常常忽略了帮孩子交交朋友，是不是？对，因为在家庭之外，孩子必定要跟其他的社会上的人打交道。嗯，那么在学校里，他的同学们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他的生活的圈子就在学校里，所以怎么样交到正确的朋友，能够交到对他的人生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朋友呢，很重要。对，各位观众朋友，您家的小孩他的朋友是谁呢？您知道他有什么好朋友吗？其实啊，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谈吐里面去了解他的生活，也知道他有一些什么朋友。如果他没有朋友的话，爸爸妈妈真的要帮帮忙了，让我们的孩子广交朋友，让这些友谊成为他一生中珍贵的宝藏。艾德你好。佳丽你好。那今天呢，这个题目呢，我们很喜欢，因为什么？我知道你也有很多朋友，我也有很多朋友，我们都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人。那我们也知道朋友带给我们一生真的很多很宝贵的财富。嗯，说得很好，中国人就说嘛，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对，其实我们人生活的这个社会本身呢，就是需要有这种关系的网络的。对，走到哪里呢，我们有朋友都会有一种支持，有一种安全感。对，所以孩子也不例外，我们既然培养他在家里面有生活自理的能力，做饭啊等等，那么出去了之后到了社会上，是不是他也能够非常自如的生活呢？是的，我就发现现在这个科技越发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朋友是不可以少的。你会说啊，也许现在我们不大需要朋友的帮忙，在这个手作的功夫上不需要帮忙。像以前我记得有人不会打字的时候啊，找朋友帮忙打字。现在好像啊，大家都会打字了啊，要影印，要这个打印都很方便了。但是现在的社会的这个人际网络，很影响你在社会上的工作的这个效果。是不是效率？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需要人际关系的。那如果有朋友能够在这些地方能够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些资讯，或者是告诉我们怎么做，去找谁可以帮到你，这些是比那些个高科技更能够有效果的。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嗯，因为最新的研究结果呢，也发现，青年人同样是大学毕业生，走入了社会，找到了工作之后呢，不一定就是那个在班里面学习成绩最好的那个人最成功，而是呢，人际关系处理得好，口头能力表达得好的人呢，在公司里更有机会呢上升。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参加工作都知道，在工作的场合里，你的书本知识是一方面，对，另一方面就是你怎么跟同工和自己的上司啊，甚至自己的下属怎么相处。对，如果关系和谐的话呢，工作起来愉快，也容易出成绩。对，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做报告，要做一些演示，把我们的项目啊介绍给其他的人，你的表达能力强，一般来说呢，对自己的这个工作的促进呢，效果是非常大的。是的，而且我们说到现在呢，谈到工作的时候都是说团队，一个团队，有的时候一个人能做的有限，而且现在呢，很多机构呢是不断的扩大，然后整个网络也是不断的扩大。那像以前独门独户做小生意，一个人啊，一人公司啊，或者是怎么样，已经越来越少了。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啊，团队的怎么样凝聚，你怎么样去配合，这都跟我们小时候怎么样交朋友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关系。
因为如果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培养这个能力，锻炼这个社交的技巧，那么指望一下子踏入社会就能够交到朋友啊，跟别人和睦的相处啊，我觉得都不现实。是的，在我自己的人生经验里边呢，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我读到高一的时候，我就转学了，到一个新的学校去。那个时候呢，可能也是一个青春期吧，我就是不怎么喜欢交朋友，我觉得有你们没你们都行啦，我自己就好好念书，追追功课什么的就算了。可是有一个男孩子呢，他很有这个，领袖的才干，他那个时候。他身边常常有很多好朋友，男孩子、女孩子都做朋友。然后呢，他就有一次跟我讲，他就是说，你自己想一想啦，我们这些人呐，我们都同学了几年了，我们都是玩得很好了。有你没你呢，我们都一样，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但是你呢，你一定要主动地加入我们，你才有朋友。如果你不加入我们的话，我们为什么？我们干嘛要主动的来围着你呢？哇，他一句话就提醒了我，我就叮的一声，对呀，他说的是真理，他说的是真理，确实是我需要朋友，我来到一个新环境，我需要朋友，他们不需要，他们有我没有都没有关系。他那一句话就影响了我，后来我到哪里都好。我都是去主动的去交朋友，后来呢就发展到呢，我成为一个有新人一来到的时候，我第一个主动的去接待他的人，我就觉得啊，那个人的话也就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那个同学已经失去联络，可是他这句话一直让我记得，而且也影响了我的生命。很不错，嗯，因为你刚才讲到你是转学的时候到了一对。个新的环境，那么现在的人呢，流动性都比较强。对，作为小孩子，爸爸妈妈如果换了工作，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城市，那小孩子他是没有能力说我不去的，他对，必须随父母。所以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怎么样尽快地融入到那个学习的氛围，那种社交的圈子里很重要。还有一些呢，就是哪怕是在同一所学校升级了，有的时候换了班了，对，对。新的同学不是你前一级的时候所认识的那些人，怎么办？对，遇到这种情形，我想作为年轻人，我都能回想到当初呢，有时候呢，心里面第一有一种离开了熟悉的环境那种惆怅的感觉，啊，患得患失，有点对。害怕，嗯。第二就是好奇感，哇，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了，一切都是感觉到很新奇。那么我怎么样在新的环境里面，尽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对自己呢，也是一个挑战。虽然对，心里面有点忐忑，对，但是呢，还是想能够尽快地融入到里面。是的。那我这个资料上呢，就是说到一个母亲，她说的儿子呢，11岁了，刚升上这个初一，这个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在家里面呢又是老幺，他小学的时候呢，也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适应学校的生活，那朋友也不多，但是呢，至少有几个。朋友呢是一直从2年级、3年级一直升到小学毕业的，但是呢，初中大家分配到不同的学校了。那这个儿子上了初中之后呢，在学校里好像一直没有认识新的朋友，每天上学放学都是一个人。那这个妈妈呢，从孩子跟他的旧朋友的电话里面呢，她才侧闻到，她听到孩子跟。对方讲，他说他在学校里面呢，想参加的兴趣小组呢，这个名额已经满了。那学校为他安排的这个象棋组呢，他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呢，他觉得其他的组员这个下棋的能力很高很厉害，跟他程度差得很远，所以呢，他也不愿意享受这个校外活动的这个生活，就是这个象棋组的生活。这个妈妈就担心他没有朋友，她就想。应该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呢？那这个说的跟你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升班了、升学了、转学了，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切实的去能够影响孩子、帮助孩子，让他能够尽快的有一些好朋友呢？
如果因为我们的关系，我们换工作了或者搬家了，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做父母的都会感受到，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不容易哈，要熟悉周围的环境，你要找找超市在哪里呀，等等，这些都是小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有没有归属感。如果到了一个环境里处处融不进去这种文化，不适应的话呢，我估计可能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不会太长。那么特别应该敏感的就是我们考虑到我们的孩子，未成年的孩子，他们随着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生活当中一下子失去了以前的那些朋友圈子，他们有没有孤独？怎么样帮助孩子尽快的适应这个生活？我觉得更重要。有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可以制造一些机会，譬如问一问孩子啊，你在学校里面，你觉得有没有你很渴望跟他交朋友的同学呢？是不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开口呢？其实啊，你先跟他表态，跟他说，我需要你一些帮忙，可不可以你帮我啊？那让小孩子来说呢，他可能觉得不容易开口，觉得说不出去。但是呢，如果爸爸妈妈这样鼓励他的话，他可能会做的。譬如爸爸妈妈跟他说，其实如果跟他分析嘛，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他需要你帮忙，你愿不愿意帮助他啊？我们的孩子可能说，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了，帮助人是好事啊。对，其实对方也是这样的心态。如果你去开口跟他说，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图书馆呢？或者是跟我介绍一下这个象棋小组里面，我应该怎么样可以学得更好啊，下棋下得更好啊？可能他也会像你的心态一样，他也会愿意帮助你。所以我们这样跟孩子一分析的话呢，就增加了他去开口的勇气，这就帮助他可以很快的认识一个朋友了。这是一个交际能力。对。一般跟陌生人张口聊天的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对，跟性格也有关系。那么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培养，如果帮助孩子能够踏出第一步，让他能够去找到对他比较友善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做父母的甚至可以问问孩子，哎，你在今天的学校里面，老师让你坐在什么位置啊？然后就是说你的同桌是谁？或者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说你跟谁比较亲密啊？想不想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呢？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环境，让孩子能够轻松的把自己的朋友带到家里来。对，其实交朋友这方面呢，女孩子是比较容易的。女孩子进入到一个新环境的话，她是比较容易打开这个局面的，容易交到朋友的。很多时候是男孩子，男孩子呢，就是尤其是内向一点的呢，更难。一开始就有朋友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呢，爸爸应该出面一下。有的时候爸爸呢可以组织一些活动，譬如爸爸说你邀请几个同学来，我们一起踢一场球啊，或者是我们去租一个球场，我们打打羽毛球啊。你问问有没有同学愿意来呀？那如果爸爸愿意这样子做的话呢，孩子呢他跟同学一说的话，肯定有很多同学呢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嘛，去打球嘛，又是同学的家里面的人来组织的嘛。那或者是再不行的话，爸爸去跟同学的家长通一个电话啊，我现在去租了球场了，我希望我儿子跟你的儿子一块儿打打球，行不行啊？我相信如果家长也愿意这样子做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呢很快就会有朋友了。还有这个影响也很大的，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爸爸都愿意为我这样子出力了，我爸爸都愿意去为我打一个电话给陌生人了，那我还有什么理由坐在那儿在呻吟说自己没有朋友呢？对，一家人能够互相的支持、关心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对年幼的孩子，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更应该明白他们面对的压力，做父对。母的就应该帮助他们，也是，其实也增进了父子
母女这样的母子这样的感情，对是吧？的，是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有第二代的友谊。我自己呢，就觉得，我跟我的那些个好好的朋友姐妹啊，真的是几十年了，30年的朋友了。然后呢，他们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也差不多大的时候呢，那么从小我就让他们先认识，从小就让他们先认识。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长大，不是见面这么多，可是到一定年纪之后呢，他们在碰到了以后呢，他们又可以再继续延续小时候的那种友谊，这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自己特别的安心，因为他们家的事情，我们家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嗯，好像感觉更亲了。更亲了，对，对。所以说到呢，帮助孩子交朋友呢，我们再谈比较小一点的孩子，小朋友也很受孩子同伴之间的影响的，是不是？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也应该为小一点的孩子选择他的朋友。嗯，而且呢，得教会他怎么跟小的朋友相处。小的朋友，说实在，小孩子交朋友应该也是蛮容易的，就他是们是很玩，容易，在对。玩的过程当中就熟悉了。但是呢，很容易熟悉，可是呢，会互相影响的。比如有些孩子脾气特别暴躁，他总是打那些玩具呀，摔那些玩具啊。3、4岁的孩子很快就学会，那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作为家长哈。也应该提醒那个孩子的父母，如果对方的父母是那种比较讲道理的人，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呢，看到自己孩子的问题的存在，适当的进行纠正，对谁都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应该善于沟通，婉转的把这些意见表达出来。还有呢，就是我呢就会一定会提醒我的孩子，他那种行为呢不是很好，我们不要学他那样子。那小孩子因为他不会分辨嘛，对不对？他可能看到他朋友这样子做，他也是学会这样做。我也是试过，孩子之间的影响很大的。然后我就是要跟他说清楚，可以跟他做朋友，但是他的这些个还没有改好的习惯，你不要学哦，他也要改的。如果你学了，你将来你也要改这些的，何必呢？那不如就不学这些啦，就这样子。嗯，对，因为有时候孩子在一起呢，他们觉得就是我要融入到这个玩耍的圈子里，所以有些坏习惯他们也潜移默化的被影响。对，甚至有时候你看到孩子跑出去哈，本来在家里面很听话的，但是跟谁交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竟然学会了一些坏毛病。对，那么我觉着做父母的不应该很粗暴的，就是说呢。不能够跟那个孩子玩了，怎么样，而是呢，让他也懂得分辨，教导自己的孩子很清楚为什么爸爸妈妈呢对这种行为不能够接受。其实作为负责任的父母呢，就是说帮助自己的孩子能够继续的走正确的道路，同时呢，也应该帮助其他的小朋友，甚至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你要对那个小朋友就说。这种做法呢不行，虽然是别人的孩子，对，但是我们也有责任，作为长辈呢，也得纠正他们的错误的做法。对，还有就是说到呢，孩子长大了，差不多要进入大学了，这个时候交朋友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很多不良的习惯呐，什么抽烟呐，干什么，好多时候都是这段时间学会的，或者是因为他们想要跟朋友要好嘛，要进入他们的这个小团体里面嘛。那这个时候做父母的呢，就应该跟孩子讲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朋友可以交，什么样的朋友不可以交。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很多毒品呐，很多这些个麻药啊、赌钱呐、这些个坏的习惯呢，也在社会上充斥着，在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也有，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呢要特别的警惕。嗯，关注孩子的生活，对。不管他走到哪里呢，我们都是出于爱呢，了解他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孩子就是因为苦闷，或者说跟
父母产生代沟了，不能够沟通了，所以他才会背着父母呢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如果能够及时的知道呢，及时的纠正会很好的。对，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知道他现在是跟哪一些人交往。那当然了，孩子的私隐啊或者是什么，我们不是要过分的要去干预，但是至少知道他的朋友呢是什么样的来路的，是不是是同学呀、啊、还是一些个比较奇怪的人物啊，或者是一些个啊灰色地带的东西呀、啊、让我们都知道。知道的时候你能知道你才能够教育，如果你根本不知道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发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可能去教育了，对不对？是的是的，从小就得培养孩子的这种是非的观念，对，跟我们每天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传授呢都是有关系的。有些东西呢我们自己不做，从来不做，而且让孩子从小就知道那是坏的东西，就对他长大呢就会有相当好的指引的作用。对，其实呢说到底呢还是说亲子，亲子嘛就是要很亲，父母亲要跟孩子真的是要很亲才行。你很亲的时候他自然会把一些事情会告诉你，那么很亲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坐下来能够看一看社会上的一些新闻，能够坐下来一起啊评论一下啊新闻中出现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的话，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你根本很难把你的价值观，很难把家长的一些个概念能够灌输到孩子的心里面去。对，就是一种分享人生的过程。对，当大家对看待事物的方法取得一致，甚至说我们互相的了解的时候呢，在处理问题呀、啊，因为我们了解对方，我们就能够做出更正确的选择。对，那么说到这个帮着孩子交朋友呢，我要想谈到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孩子对于一些残疾人士啊不大认识，总会觉得没有办法走进他们，或者是心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了。我就曾经跟我女儿讲过，我女儿也是说我也知道她很可怜，就是一生下来那就不会走路，要坐轮椅，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些人交朋友，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啊看法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个情况呢我也很高兴你能够提出来。因为大家一般来说我们周围所接触的人很多都是比较正多数，就是说对健康的啊正常的，那么残疾人呢这是社会上有时候容易忽略的群体。作为父母，我们教育孩子对任何人都不能够有歧视，对对吧，特别是有一些人家生来的就有残障的，那么我们更不能因为我们生来健康就觉得比人家优越。对，这些人如果在班里面出现，在公司里出现，他们都需要朋友，我们仍然要友好的去给人家交朋友。有的时候一些残疾人呢，因为从小就是这样的环境，他自己多少有一点点的自卑感，对，那么更需要我们去敏感的对待他的生活。有时候说话啊可能我们不经意的话在人家耳朵里听起来呢就觉得哎呀可能是针对我的等等。我们要让自己的子女呢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对接触这样的有残障的人士呢更应该敏感一些，你只要善意的去交朋友就好了。甚至我观察到呢就是在很多社会里面呢文化不同，残障人自己的心态也不一样。在西方，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呢，残疾人一般都不希望别人把自己看成是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宁肯自理自强。有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想善意的帮助呢你还要征求人家的意见，我可不可以帮你呀，比如说推一下轮椅啊什么，有的时候人家会说呢对啊谢谢你了但是我不需要，这个时候也不能勉强。对，所以这也是跟人交际的不同之处。
有时候遇到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交朋友的一点就是尊重。尊重。你尊重，你把人家想要的，就是说呢，对待他的方式给人家就行了。嗯嗯嗯嗯，对，因为有一些个残障人士，他不希望你把他看成一个特别能力不行的人，他希望你对他像对你自己一样，当他是一个正常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对对对，对，这就是一个尊重，是不是？对。那还有呢，就是说到啊，帮着孩子交朋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鼓励孩子交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孩子真的是听你的话，主动的去交朋友的时候，可能会碰钉子回来，对方比较冷淡，对方比较没有像他似的那么热情的回应他，让我们的孩子心里面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做家长的呢，要给他一些辅导了，是不是？嗯，其实就是让孩子看到呢，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同性格的人都有。我们不求呢，别人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只要真心的去对待就行了。说不定那个朋友，那个人一开始拒绝你，他有难言之隐，他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不知道。说不定了解了之后呢，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而且还有呢，处理这样子的情景呢，也是一个自身能力的一个提升，是不是？怎么样调节自己的情绪啊？碰了钉子回来了，觉得自尊心受损了。但是我们想想，在人生里面，这样子的情形还会有的发生。是不是如果你将来做事的时候，你的同事之间没有那么友善的对待你，或者是你很诚恳的向人家客户在推荐一些你的东西的时候，人家甚至出言不逊的对待你，那好了，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训练我们这个 EQ 情感智商的一个时机，对不对？你没有做错，别人这样子对待你的时候，你怎么样自处呢？你怎么样去自我恢复你自己的这个平静的心态呢？这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能力。如果孩子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机让他学会处理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嗯，让他看到这个世界上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友善，或者说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就生活的坦然，有的时候不能为了进入一个圈子就把我们的价值观给抛弃了。对，本来想去交那个朋友，但是呢他们抽烟，我不会抽烟，是不是我也得学会抽烟才能进去呢？没有必要。对，而且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要交朋友非常的重要，跟我们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们可以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不一定要成为你的朋友。对，对吧？对。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做父母的呢，跟孩子们谈一谈我们自己交朋友的一些个经历啊，我们自己的好朋友是怎么样维系过来的，跟孩子们谈一谈这些呢，对孩子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是不是？对。那各位朋友，很欢迎您写信来跟我们谈谈您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遇到的各样的喜怒哀乐，有什么挑战吗？愿意和我和爱德分享的话，都可以写信来。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您收看我们的亲子心节目，我们下一次再见。